天的游戏了。但是在玩之前呢，你们还记得第一次是个人赛嘛？然后第二次是两个人一组，所以今天是第三集，你们猜我们会怎么样分组呢？三个人一组。对，好，就是谁要跟谁一组，你们自己选，请自行挑选三人一组，但必须是两男一女或两女一男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啊，你们。好，剪刀石头布赢的先选。剪刀石头布。嗯。啊！不要输了，百万小区。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输了。这一次我真的不会再让你输了。这一次我真的不会再让你输了。再输就就。没关系，这样子。哦，更期待那个球后面是什么？你们没有要就是讲的、哦？我讲完了。我都赢两局了，你还要再？他上次抽到凶哎、欸。我先选星海。哇、wow. ！可以好。我先雨叔好了。我所以你们这一组是两个女生，那只能再选一个男生喽。就他选完就剩下来剩下的。哇！现在是把难题丢给我吗？要不然让他们两个猜拳。那你们两个猜拳好了啦。对，他赢的跟我，然后输的跟艾迪。OK。剪刀石头。不然你们想要选哪队吗？我想跟这边。还是要让他可以可以可以 OK 那我们从头到尾用对分就好了呀因为上次跟宇叔去玩游戏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对游戏其实蛮在行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本来是想要待在那边那一队的赢面比较大。我们第一个游戏呢叫做红线拔河，红线拔河才三战两胜制，将 BB 糖传过红线，两人分别咬住红线两端，计时两分钟内先吃到 BB 糖者获胜。好，你们两个面对面先坐下。好，先讲一下，不要坐这边。我觉得最短的一定是他们，最短的一定就是那样，就是那样，一定就是最短的。我们以他们的套路来。可是两头都咬着，怎么穿？他的意思是先穿再咬。先穿进去再咬。我觉得中间这一条比较好。啊，可是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把中间那条。是吗？这一条哦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不好不好！你让他看，你让他看，哦，还有多远？我很重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他是反应吗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剪的。哎，而且咬的对不对？对。好。两个人的手肘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十指紧扣。啊！关羽，加油！快点，要帮我们两个得分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小心快点，小心快点，小心快点！哎，这样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样，这样，可以，这样，这样。绅士风度很好，我没想到你们这么激烈。没想亲到他了，哎，没有没亲到他，他偷打了一遍，然后再放开。怎么？我觉得我要新增规则，你还不可以离开椅子。就是当下你只想赢那个游戏，然后没想到等到我有意识到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额头已经贴在一起了，然后我就被拉下来了，我就被拉到地板。有啦，因为就怕他已经那个姿势 hold 太久了，对啊，所以后来就放掉了。我们刚刚是那个脸、那个耳朵是整个这样撞在一起的，怎么知道？有没有什么就是？越亲越好。我觉得男生会稍微就是会有一点，就是不会想要占女生便宜。对对对，我们不会想要占女生便宜。来，你们过来，过来。你们只要咬紧一点，他其实就会滑过去。滑过去那边。咬紧一点。换深深那一组的先派好了。我打好阵哦。赢得先上，我输了压力就在你身上。Go， 加油！
加油。OK。我是会直接亲下去的。有没有快餐？原来是为了这个吗？你们可以选线的。最煎熬的就是这个。原来这么长哦！预判了你们的预判，好像也差不多啦，没有差很多，差蛮多的。线拿起来，早就跟他们刚刚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不太适合母胎单身的人。我跟雨舒两个人说不行不行，我们两个一直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太恐怖了。准备好，三二一，开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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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绅士风度，绅士风度。爱情的头，双旋。他赢。真的，他放掉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局了，精彩局。一定是糖果哎，快点！吃到糖果，是糖果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先跳跳跳。我觉得这个是最短。真的假的？就只有这样。还跟我们差不多，真的是最短一点，是最短，就是最短，是最短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还蛮开心，蛮紧张的，我有点吓到，怎么做的？你们在干嘛？对呀。还没开始，你要先做英语。开始还没开始，不要紧张，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还要倒数三秒。三、二、一，雨舒加油，雨舒加油，雨舒，雨舒加油，雨舒，可以，再往前一点，可以，雨舒，你可以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。你的心计时三分钟，请戴上眼罩，由双方队友协助将爱心贴纸贴在挑战者身上，原地转五圈后，先撕下对方身上贴纸的人获胜。三分钟内先撕下对方身上贴纸的人就获胜。这样是摸透哎、欸，摸透，所以我们叫做摸透你的心啊。这么说这边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们换一下。可以提示他说上点加油。我觉得他看得到。三、二、一，好好。一、二、三，不给，要不给，哦，好，停，干嘛？现在停，对，现在这个位置，往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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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了吗？我可以走，往前走，有到，跑，请给双击，现在不要动作太大，动作不要太大。